好的，感谢请我们的李小姐递上麦克风。我现在招招我都紧张了，因为我昨天还在家里看花少，今天真人就出现在了我身边，而且我最近真的超 pick 你。谢谢。然后你在花少当中去了非常多的国家嘛，也经历了非常多难忘的事件，不管是海钓，然后追极光，还有吃那个臭臭美食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哪一件事情是你印象最深刻，也比较推荐大家去体验的。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对于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，因为每个国家，我们这次去的三个国家差别还是蛮大的，然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再加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北斗骑行七个人一起经历的，然后都会发生各种各样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，所以我会觉得在这趟旅行当中可能看到的风景很美，吃到的东西很好吃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份回忆和经验经历很难忘。然后我记得在看冰岛极光的时候，晚上回去被踩，我有一段话，我说可能当时我们的注意力都在极光上面，都觉得极光很美，大家都在找极光，但是等到回到家里以后躺在床上回想那个画面的时候，发现脑海里都是我们七个人在一起追极光的，就是这一群人去做这一件看似非常疯狂的事情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你是一个E人嘛，在那个随着我们集数的播出就越来越E，越来越E。对，你可不可以教大家就是一些艺人的拍照姿势？艺人的拍照姿势，来，舞台让给你。谐音梗，谐音梗。没有，我觉得艺人的拍照姿势主要还是自信吧。对，就是你只要自信大方，怎么拍出来都好看。就自信最美，对，就不太 care 周围人怎么看的。对，然后如果想要那种超级艺人的姿势的话，我今天穿的这身可能就破坏我的氛围感了。啊，就是今天要做一个氛围感美女。对，今天稍微要高冷一点，走点时尚路线了。好的，好的，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微博旅游之夜，然后那边有我们一个缩小版的大理市集，也有很。